今天教大家做一道超级好吃的豆腐肉片，切好的瘦肉片放生抽、胡椒粉、淀粉抓匀腌制一下，水开下豆腐和盐煮一下可以去除豆腥味，少许油放肉片炒至变色再盛出备用，另起锅放姜蒜小米辣爆香。这个是麻婆豆腐酱，都是独立包装，非常方便。酱料炒香后倒入适量清水，再加豆腐、辣椒粉、蚝油、生抽、盐一起煮三分钟，然后下肉片搅匀，最后分两次倒入水淀粉轻轻搅匀即可。喜欢记得点赞收藏。